好，玩具 TV 第十六季第三集有機會是最後一節㗎啦。幾點啊？而家？未到11點嘅。好，咁即係好大機會是最後一節㗎啦。好，咁啊，今次壓軸要介紹嘅就係呢一個 Spider Universe 入邊嘅 PS4 game， 其中一套我非常之中意嘅 Uniform。除了 Anti-Oxu 之外，我覺得這個就是最漂亮的，可能在這個 game 裡面。2099都佔一席位的，但是這隻是真的很 outstanding 的另一件事，而我覺得它是真的是數一數二。還有它又跟回這個，算是跟回原著，原著的定義是 Civil War。哦。Tony Stark 幫這個 Peter Parker 做的裝甲服 Iron Spider。叮叮叮，今次要介紹的就是 Iron Spider 啦。咁啊，循例我哋都係噏咗個盒先嘅。盒基本上我哋有專家 Walker。不過你都可以係咁樣望一望佢。今次都同樣地係用翻呢一個開槍式。咁啊，咁我哋上次都講過啦，即係希望個開槍盒唔好開到嚟呢邊咯。咁啊，但係佢呢啲可能都定咗，係啦，即係可能全部 Spider-Man 都係都會係咁噶啦。咁啊，入邊都有啲網底介紹翻，即係啲clue 啊咁樣諸如此類嘅。以往就喺盒底，咁啊拉開咗成幅都靚噶。佢就好靚仔咁幫翻個圖就過翻個 UV 啦，其他位置就過牙膠。咁呢個盒就唔算特別標青，不過張圖就好靚。係，其實我覺得我最欣賞係佢呢一個拉頁，咁啊變咗你有咗呢個 flip 咧，咁變咗佢喺個即係創作或者成個即係畫嗰個氣勢咧，都可以咁樣出翻曬嚟嘅。好，買玩具除了買盒之外，梗係睇翻入邊有啲咩好嘢啦。啲盒都好貴㗎，啲人放50蚊個。你快啲死啊！好咁啊，基本上兩層咁啊，底嗰層就係成件事嘅重點。係三隻蜘蛛爪。哇！一開嗰個盒咧，其實嗱，之前我有之前嘅版本，即係Avengers 嗰個版嘅Iron Spider 啦。嗰個爪咧係完全沒有氣勢啦，短啦，細啦。顏色不好看，可動不太好，冇力啦。OK， 嚟到呢個版，完全是另一回事，係好勁。OK， 一陣先介紹佢個可怕情況。咁啊，另外都係咁樣望翻，又係好標準噶啦。五條蜘蛛絲，加埋一個手揸嘅，即係2099嗰啲，你即係玩慣曬啦。呢個真係好中意，其實好有嗰個影相嘅 mood 喺度，因為佢成。拉翻人過嚟噶嘛，咁呢個就有嗰個感覺。佢其實唔淨止拉翻嚟，有時佢就咁撬幾下嘢揸住佢揈咧，你一樣可以做到嗰個感覺。因為以往一味淨係得肥嗰啲，咁我即其實啲 pose 肥力嗰啲 pose 幾個啊啫嘛，咁而家又有得拉，又有得肥咁樣樣。咁啊，造型手亦都係瘋狂的多啦。咁啊，呢度已經有四對，加埋佢正常嘅張開手，都係十隻手嘅。十隻手 ，good， 好，跟住就梗係有個專用台座啦。不過並不是賣點，我哋真係要睇翻今次完全係值回票價嘅歐爪啦。個金色上色得唔得 ？OK， 因為其實好坦白講，佢唔複雜嘅，佢都係跟翻本身即係 Civil War 或者係 Game 入邊嗰個顏色設定。不過個重點就係一、二。三、四、五、六，想點啊，大佬？仲要咧，佢今次咧，其實之前嗰個版本嘅 Iron Spider 咧，其實佢喺嗰個齒嘅部分，即係都係有齒啦，但係個齒比較薄弱啲，同埋佢齒嘅上面咧係有上色嘅。咁嚟到呢個版本咧，佢嘅齒咧係轉咗做一個菜鋼嘅料，即係啤。大家成日砌高達最唔中意嗰個屎金色啦，冇錯，屎王。但係嗱，佢有佢唔好睇，但係佢有佢好處就係佢扎實好多，就俾到你個手感係另類，即係甚至乎你可以淨係攞三隻爪撐起自己嗰種動作都能夠做到。同埋佢整體加粗咗好多咧，變咗好多嘢用起上嚟嗰個擺位置啊，或者各樣 pose 嘅時候都影響細咗好多嘅。個重點係佢實淨啊！係啊，變咗就真係個玩個感覺爭好，同埋話就話菜缸屎黃色啫，
遮曬㗎啦。係啊，喐起上嚟係真係唔覺㗎。好咁啊，轉頭先至搞你。又睇個主題啦。係啦，又碌個圈啦，循例。咁其實喺呢個 Iron Spider 上邊咧，好得意啊！佢身上邊咧咪有啲銀色嘅一絲絲嘅部分嘅、嗯。其實你喺上面咧會見到 MCU 版本嘅 Mark 五十嘅蓋世感喺入邊嘅。係。即係嗰個 Mark 五十嘅胸甲嗰個部分圍圈嗰啲銀色嘅部分係同嗰個係好似嘅。係啊，冇錯。係啊，然後甚至乎腳啊，或者係大髀一啲線條上邊嘅嘢，全部都係喺 Mark 五十度嚟嘅感覺上。同埋點解真係話個感覺係 Iron Spider 咧？因為佢俾到你 Iron Man 嘅感覺。係，大家可以睇翻佢，譬如話手掌啦，當然都拆埋出嚟。腳掌啦，雖然唔著得燈，但係都完全係俾到你 Iron Man 嗰個感覺。但佢咁，我自己覺得佢依家手掌腳掌咧就多咗嗰、那個噴咗藍色，中間仲噴咗白色飛槍嘅件啦、嗯。但其實我自己成日喺度諗，點解唔直接乾脆用一個透明件去表達咧、嗯？即係例如透明件入邊噴銀或者做鏡底子，咁出嚟個效果會更加好。係，因為其實本身 Iron Man 佢都係用咗呢個方法，都係用咗啲咁嘅質地去做嘅啫。係啊，變咗我又覺得。講得啱啊！即係呢一度，我又唔可以話叫扣分嘅，即係你可以再做好啲嘅話，呢一度就真係可以諗一諗啦。好，喐下隻嘢先。優點頭先都講咗唔少嘅，係咪真係冇缺點呢？問少少，不過都 OK。嗱，記住玩嗰陣時有幾樣嘢要注意嘅，或者其實嚟緊我諗都即係。開發人員都可以考慮一下嘅咧，咁企佢就真係有少少牙，因為本身個腳掌都比較細，不過呢個我覺得都唔算係即係缺點嚟嘅。但係佢腳掌咧有一個問題係，可能大家有玩山口式或者 Play Us 改嘅產品啦，佢、腳掌咧係行一個用跳齒嘅方式去做嘅，咁變咗你扭嘅時候咧，其實個齒大概係得三格啦，前中後。你如果擺一啲想企嘅 pose 嘅時候咧，佢係個接地好困難嘅，即係要企得好係好困難，所以你大部分時間係焗住去用個左嘅。好，咁啊，或者喺未再數佢優點之前，我哋不如真係俾少少意見，可以大家諗一諗、啊。好啊。第一，本身其實一啲遮醜位咧，譬如話我講佢個頭先啦，佢一耷低個頭咧，其實後邊呢一個後尾枕位，你係要就翻個位。你才不會見到啲穿崩位，但係一耷低個頭就見到噶啦。其實佢有少少尷尬。呢個咧喺佢轉咗用即係嗰啲肌肉膠 body 之後咧，其實經常發生，即係例如黑豹 2.0 啊、Killmonger 嗰啲咧，呢啲全部後邊都有呢個問題。但係反而反觀翻黑豹嘅 1.0 啦，或者係炮巴嗰啲咧，冇事喎。冇錯，佢係一個皮衫套到上頂做長少少咁笠翻落去，嗰啲好靚仔。唔知點解去到後邊改咗呢種方法之後，就多咗嗰種穿崩咯，甚至乎條頸個可動。所以我建議真係話玩嗰陣時要留意翻，即係盡可能將個後尾枕。cover 曬多少少個頸位咧，咁就變咗我寧願唔喐太多咧，咁個穿崩位就冇咁肉酸咯。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就真係要小心啲啦。佢雖然本身個素體個可動性高，咁但係始終就住佢嗰個造型咧，有一啲位係比較牙煙嘅。成隻 Spider-Man 最要小心嘅就係呢一個位。你會見到本身個甲咧，佢係幾貼嗰個 body 嘅，咁所以變咗當你喐嗰陣時咧，唔好就咁樣就屈埋隻手，好一大機會呢一邊個角位會刮到呢、這、一個即係前臂咧或者上臂咧，咁令到本身唔係話單單巢咗就解決問題，好可能會拮住，咁所以變咗你真係喐嗰陣時咧，推開少少先，留意翻先至去轉。咁你輸嘅機會就會細啲，但係呢個真係要好小心。因為我見有啲朋友買咗翻嚟之後冇去特別睇，一扭第一嘢咧就炒咗，之後咧件衫嗰個外側位置成個歪咗嘅會，咁、所以就真係要好小心呢個問題。我會覺得可能例如佢哋做嘅時候係佢嗰個衫同個甲嘅距離冇拿捏得好好，變咗佢嗰個干涉太大，甚至乎另一樣嘢，因為佢咧。
呢隻產品好得意嘅，佢係夾著落個素體嗰度。但係件夾咧，其實係有啲位咧係插住個素體，即係代表佢穿過咗件衫。咁變咗將件衫咧 lock 死咗喺某啲位置咧，佢變咗一啲活動嘅時候，佢冇位走啊。同大家平時玩開嘅一啲Spider-Man 唔同，你件衫，例如我扭完呢、這個，件衫會推翻過去，咁就唔會起皺啊嘛。但係呢個咧，因為佢例如嗰個位置佢 fix 死咗嘅，你咬完你冇辦法推到任何嘢嘅時候咧，佢就會將件衫夾硬地拉扯咗。咁喺呢款產品係成隻每一個位置都係有呢個問題嘅。係。咁啊，另外要留意就係本身即係叫做丹田或者叫做小腹位呢一個針位。它本身其實都可以話就住即係個 body 咧，即係有一定程度的向前向後。但係當你向前唔覺意，你知玩 Spider-Man 亂腰射蜘蛛絲好常見啦。你真係唔好制啊呢只！你一埋佢嗰陣時，呢一個位置就有機會會頂住，一頂住插住你就 high。呢一係就呢度，即係雖然呢一度本身係淋嘅，咁但係你咁樣插住咧，佢本身對住呢啲。啲漂皮，漂皮衫都唔係咁好嘅，咁所以特別係呢一隻啦，你真係可能扭完過完癮咧，你真係唔該你變翻絲襯。基本上我諗入櫃，除咗個膝頭哥之外咧，你都冇乜地方係可以點樣好開心咁樣玩嘅。係咁啊，另外亦都類似呢、這、一個頭先嗰個手踭位啦，咁喺大髀個夾呢一度同樣地。不要抹太大，因為你一抹開咧，你呢一個膠位又會插住個PU 嘅大髀關節咧，有機會會對件衫造成影響嘅。所以你縱使其實本身佢可以抹到好大都好 ，sorry， 你真係夠皮㗎啦。其實佢同時間個水平轉咧，轉嘅時候佢都係絕住咗件衫，又變咗有嗰種。直接拉扯件衫皮嗰個問題嘅，因為佢完全 free 啊嘛，所以都會係我呢度喐俾大家睇，你就知頭先阿嘉所講嘅係乜嘢，見到啦。咁而佢嗰個彈性喺邊？喺正面咧，佢將佢扯開到俾彈性呢個位置，所以其實係成件事你玩落去係好恐怖嘅呢款。係當然另外都。要讚嘅就都可以真係開始講啦。sorry， 講多一個。咁咧膊頭嘅部分亦都係啦。膊頭咧呢、這個部分可以拉開嘅夾嚟嘅。咁入邊咧係一個雙軸。咁但係咧你睇翻嗰個入邊咧有個波頭去固定住個肩夾咧係非常之細嘅。咁如果即係有啲似係玩大家玩 SHF 玩拉打真骨雕嗰種肩夾，係啦，喺佢嗰種咁細嘅嘢上面固咁細嘅咧，固咁細肩夾係 OK 嘅。但係嚟到咁大嘅時候就可能。有多少有啲危險性？咁另外咧，你會見到呢個部分咧，佢有個單軸喺個膊頭度生出嚟嘅。咁佢嘅圍邊咧，其實係同件衫黐死咗。咁嗱，反觀出現咗個咩問題咧？就係佢衫嘅內側呢個部分咧，其實亦都同個身體胸廓固定咗。咁德哥唔介意我輕輕扭一扭嘅話咧，嗱你去扭嘅時候咧，你會發覺你見到件衫咧係夾硬扯開咗呢個部分，你去俾空間佢轉嘅。咁所以即係。如果你堅持住一個 pose 耐咗嘅話咧，有機會呢啲部分會慢慢起裂嘅問題。咁所以其實呢款 Iron Spider 係即係我哋睇咗咁耐咧，係能夠玩嘅地方真係得翻膝頭哥同埋背脊手腕咯，係啊玩爪咯，係啦。咁啊真係講可動性啦。其實我真係唔夠膽喐嘅，好坦白講，因為本身就住佢，譬如話向前向後呢啲關節設計咧。佢素體係可動性係好高的，咁但係佢呢一件 PU 衫令到佢本身真係話要喐咧係好牙煙，你縱使喐到，你跟住就會殘，跟住就會折，仲有機會會萬劫不復。咁反而你譬如話頭先我所講嘅前臂，你又係要就住掹，先至可以叫做喐到九十度，即係你真係要識玩先能夠去擁有佢。咁變咗，大家真係玩嗰陣時候就要小心啲，同埋鏡住，同埋我都唔即係沉氣啲，再講多次就係你縱使將佢好好咁樣扭完玩完之後咧，你記住將佢變翻絲襯。係。若果唔係呢啲嘢真係玩唔耐。啊，不過題外話，本身其實呢一啲料咧，如果真係擺耐咗，會唔會褪色或者出油啊？不過我都好好奇，因為好得意嘅，一隻一隻嘅，唔係隻隻都會。咁所以係有時可以，佢哋可能要做啲測試嘅。嗯。
即係例如做啲老化測試啊，或者有時咧用啲土炮啲方法擺嗰個料上去天台嗰度暴曬，可能一個禮拜咧拎翻落嚟，因為你啲紫外線形成噶嘛，好多嘢都係咁，所以有時會做啲測試。咁我估佢哋應該都有，所以應該 OK 嘅，可能係 OK 嘅，即係兩年兩三年內應該唔會出事嘅咁樣樣咯。係啦，我嘅意見咧。我寄見就係咧，阿嘉講啱嘅，因為咧佢呢批布咧應該肯定係為呢個 Batman 而做啊，咁咧所以就嗰、那個佢應該做測試嘅。如果有時啲現成嘅布咧，即係譬如有啲係好好易配到嘅布咧，嗰啲就唔會做 lab test 嘅，咁就嗰啲就冇 guarantee 咯。啊，所以我覺得負責任應該係有做嘅。可以放心玩嘅地方，我而家就可以盡情扭啦，就係只腳，係正嘅，係。本身佢同 Iron Man 其實個 design 都係差唔多啊，咁同埋亦都唔係話即係跟翻PU 料嘅布料咧，咁變咗即係膠件，你點樣喐都唔使太擔心嘅。而甚至乎佢仲有 Iron Man 嗰只齒喺入邊嘅，格格格格，係啊係啊，正啊，個手感係好好嘅。咁啊，反而腳瓜窿我就唔敢講話有好好嘅可動性啦，咁但係嗰個齒就係啦，俾足你得三格嘅啫，前中後係啦，佢前腳腕嘅前邊咧，同後邊都係有個彈弓嘅蓋嘅。彈簧嘅蓋嘅，唔使驚嘅，所以我而家都撩少少俾大家睇，我都唔怕死。但係嗰個彈簧咧就都相當之硬下嘅，咁所以你玩嘅時候係先拉開後接腳咯，就唔好夾硬推過去啦。係啦，都幾過癮嘅。係喎，呢個後面都有嘅，好得意啊！但係佢隱藏得好好嘅，而我啱睇說明書好似冇講，係說明書係有講嘅，所以記得睇說明書啦。係啊，啱。好咁啊，可動就大致上係咁，咁啊最好玩嘅可以開波啦。呢個我覺得好似嗰啲皇帝蟹嗰啲後邊啲腳，真係個 size 好似，極似。喂，阿蛇食開好嘢啊！唔係，我一生人冇乜機會食過一次半次，唔同你喎，食啲家常菜好正喎。我等你帶我食啊！海鮮啊，幾美味啊！上網睇得翻㗎。我話。呢個都幾硬。呢個位係好難撩下嘅，所以其實佢咧係要 hold 上邊加底一路凹出嚟，就掹出嚟。係啦，好麻煩 ，hold 一 hold 先。咁注意咧，大家就唔好盡量唔好淨係拉上邊，最好係三點，即係可能你咁樣樣三邊一齊向外拉，咁就會好啲。如果唔係就好容易有悲劇。最理想就裝咗先啦。我起初咧以為佢背脊呢三個窿咧係會係兩上。下面嗰個會喺中間嘅，但係我冇諗住佢，咦咁得意歪炮埋一邊嘅，可能應該同個故事之間有關係啦。佢本身其實就正正喺中間勾來，不過我諗其實未必好睇咁啊變咗，冇所謂嘅，好睇我亦都明一樣，其實可能因為避佢個素體中間嗰條柱，那個關節柱有機會係避嗰樣嘢，所以特登擺歪咗嘅。好啊，咁跟住就真係垂直咁樣轉佢入去啦。咁就佢呢個腳咧，佢呢個爪咧，其實就唔係淨係插落個背包嗰個圈圈度啊，其實佢一支柱好長，插埋插穿入去個身體入邊嘅。咁所以玩即係裝上去嘅時候，都相當十分之穩陣嘅。但可能某啲擺法佢始終要平衡翻，就要自己走走啦。其實主要係佢個身體唔係好夠力支撐。係係係，因為我嘅蟹爪幾長。係啊。幾重啊？咁同埋有樣嘢好得意嘅，就我覺得少少嘅缺陷啦，就係佢兩隻爪喺上邊嗰兩隻爪咧，如果你水平轉佢嘅時候咧，因為佢有一個位置，呢個嘅關節位咧，其實佢偏大少少嘅。咁你兩隻爪咧轉上面兩隻轉嘅時候咧，係冇問題嘅。咁但係咧，當佢有第三隻爪喺呢個部分嘅時候咧，佢同上邊嘅左手邊嘅嗰隻爪咧好接近。你如果轉佢嘅話咧，佢就會磨埋一齊，甚至乎撞花嘅。咁所以大家如果要去水平轉個爪嘅時候，就小心，一陣間會補翻畫面。好，係啦，咁啊講翻就係呢個位啦。咁sorry， 呢兩隻爪咧，其實你轉咧，佢兩邊之間咧係唔會磨埋一齊嘅。咁但係下面呢只咧，你就要小心啦。你在這裡轉，其實你已經看到它兩個貼住了，如果我稍微向下面轉，其實它已經直接撞花，所以這兩隻爪大家玩的時候真的要非常小心注意，而且這個是一個
都幾高風險嘅事，所以最好扭定咗先插入去咯，或者如果你真係想水平轉，就掹咗佢先，定好個位先擺入去。係，咁同埋都幾蝦人扭嘅，佢都唔係壞事嚟嘅，因為本身佢嗰個軸咧都好實下，咁但係就都係嗰句咯，當你玩慣咗、玩熟咗，就即係知道嗰個竅門喺邊度去扭咧，其實問題都唔會好大。但係哇，裝咗呢隻爪真係個氣勢真係不凡。但弱弱的問一問，真係我見原本嘅造型係四個爪喎，呢個係三個爪，就係 game 嗰個裏邊嗰個。係原本嘅原設，其實佢得三隻爪嘅啫。容易甩色嗎？其實呢個冇人知道。係啊，而家睇我覺得佢隻布本身就係原色嚟嘅，佢再加上面嗰啲係咪滴膠啊？佢本身就係一個金屬色布咯，跟住之後再做一啲厚版絲印，就印上去上面去做出個效果。但其實 Hot Toys 有樣嘢好勁抽嘅，就係佢哋去做一啲緊身衫嘅厚版絲印咧。佢拿捏一啲厚度嘅層次感啊，或者係最緊要，其實最勁一樣嘢係咩咧？佢定嗰個位置好準咯、啊，好準。佢著翻落，即係例如你見到佢手踭有個 pad， 佢每隻個手踭 pad 都喺嗰個位置，因為其實件衫係 free 嘅，佢要諗一個方法套落去，而甚至乎可能印每一個嘅每個 layer 都好清晰咧、其實係好複雜嘅工序嚟嘅。咁你去睇到佢一款產品嘅時候，你就會見到哇呢啲嘢，即係你去仔細睇佢點樣印嗰啲嘢咧，係好勁嘅。即係例如每一個色其實係一個 layer 嚟嘅。咁然後你咪見到我幾廿個 layer， 然後唔同厚度又印一個 layer 咁樣樣，所以佢哋喺做呢啲 hero suit 上面咧係真係好勁。做過一次之後，你會發覺哇，真係好難，真係好難。即係你會知道嗰間廠啊，或者係嗰啲開發人用咗幾多心思喺上面。個裁縫級定嗰度度咗好耐咯。通常我試過一次就係咁樣嘅，你車咗件衫著上身之後咧，攞手畫。畫一次你想要所有嘢喺邊個位咧？咩位置？跟住之後咧就剪翻開件衫，攞去 scan 完之後就擺落電腦度畫個 AI 咁樣。咁但係咧，其實你印完出嚟之後咧，哦佢又未必係嗰回事嘅喎。跟住之後又要再重新嚟過，即係你邊度想改就再重新勾個線，又再出過。所以可能佢試呢件衫都要試四五次咁樣樣，先有機會做到一件接近。我哋啲死士我都唔已盡咗力啦。喺呢個肉眼睇我見唔到佢車縫位喎，我諗緊佢件衫係有啊背脊，係咪啊？但係一條過啫嘛，所以佢個車縫位少嘅話咧，佢可能仲準成，因為人手車縫咧，佢就令到嗰個誤差會大咗。係。都話佢將件衫佢係黐，即係用呢、這個唔知係咪用熱熔咧，將佢合成咗。最後尾就係車縫嗰後邊就係著上去之後車縫。如果純粹就住個外形或者外觀咧，呢一隻 Iron Spider 係站在即係成個系列入邊都幾頂端嚇。係。咁但係可動嚟講咧，佢真係喺成個系列嚟講咧，都應該站在最低端。係，真係最低端。沒有之一啊！係係啊！真係要比較，其實本身早前千隻鏈都出過 Iron Spider， 的確係朝住兩個完全唔同嘅方向去。係千隻鏈嗰只係好好玩嘅，本身個可動性亦都好高。係咁啊，外形上因為佢都係跟翻呢一個漫畫造型，我唔敢講話差咁。但係佢又未必俾到嗰種好高貴嘅感覺。我覺得略嫌瘦咗少少，如果壯翻啲咧，就會非常之正。而呢一隻 Iron Spider 佢就真真正正係俾到一個強悍感嚟。係。外形上亦都真係好靚，你見佢本身嗰啲噴嗰啲金屬紅同金色咧，係好 Iron Man feel 嘅。佢本身成件 Iron Spider 都極度 Iron Man 嘅。咁但係亦都基於佢本身即係一啲設計啦，咁變咗喺嗰個可動嗰度就受到好大嘅限制，變咗我覺得有少少浪費咗佢背脊嗰三條即係勾爪。係，同埋咧，我啱睇嘅產品嘅時候咧，我發覺佢應該留咗少少伏筆嘅。比如算係咩咧？佢身後咧，你會見到個蜘蛛呢度咧，入邊有一件白色嘅件。係類似平時 Iron Man 咧，有啲即係例如一比四咧，入邊咪有件透白色嘅件咧，係俾你攞嚟做著燈嘅。因為佢正常咁樣係唔應該會有個透明件，即係攞嚟做著燈嘅件喺中間。咁佢會唔會有個伏筆？其實佢係可以著燈嘅咧。或者可能初設計嗰陣時候有需要。
有機會可能他當初是有諗住著燈，甚至乎咧，你會見到他手咧，手掌呢度咧，嗰、那個透明件咧，其實是另外即係啤完個手之後再裝翻落去。因為如果他冇心思想做他透明件嘅話，其實他不用特登拆嗰個位置嘅。我已經留底啊！我要將佢變翻呢一個絲襲。咁所以我覺得佢應該係有少少伏筆，有想去嘗試去做一啲透明嘅部分。咁所以係咧，即係如果佢能夠做埋，就即係更加錦上添花啦。我有少少補充嘅咧，就係其實佢個前臂夾同埋下邊嘅腳下腳桿個夾咧，那個尖位咧，係當你擺 pose 嗰陣咧，係有可能困住嗰、那個緊身衣嘅。我講過幾次嘅，真係好牙煙啊！但係咧，我見咧扯出嚟，我就覺得好睇嘅嗰個，因為嗰個好人性化嗰個皺紋。但係呢個位置你真係要小心啊！嗰個位置一去 high 到咧，就可能真係會戒穿都唔定。好人性化，你會很快看到人性的醜惡的一面。就是你如果這樣扭他就會罵你了。但是很漂亮，但是真的很漂亮，就是好像真人穿衫一樣。我們經常做一比六，就是那些衫沒有接紋，沒有接紋就假咯，但是有些接紋出來就很漂亮，我覺得。多謝德哥奉獻了。埋齋是這樣耳朵噴下蜘蛛絲啦。他還有一個是 Iron Man 的發，即是搞事搞到爆，大佬真的。是的， Iron Man 的手型來的，他還是正。而他這個手型跟一般 Iron Man 不同，因為 Iron Man 的手是很頓的，他這個你看到他有窩位，那個張力重很多，就是很有張力，就是有比較生化的夾子。還有本身就是可能 Iron Spider 始終都是 Spider-Man， 就變了他那個就是手的動作那個張力就要更加就是誇張才可以拿到那個氣勢。他比起可能85啊或者是45那些，那個肌肉感再重了，就是人性化很多的東西，套夾貼身一點。老實說，我真的我肩不夠僵，擺得太誇張的姿勢。很少見你有玩具是不是那麼捨得扭。是，不是，剛才已經扭過才知道，有些東西真的不可以硬。是，是真的很害怕這隻。咁喺個設定裏邊，嗰個手掌心係咪可以發光，或者發啲叫做 Iron Man 嗰種炮？我又冇玩 game 喎，連 poster 我又冇乜印象入。係咯，得喎。不過其實用到 Spider-Man 佢又唔會用，又唔使用呢隻。係啊，係咯，唔會用手炮咁樣咯。但係佢又玩燈，如果做埋又非常靚仔喎。不過當然呢個梗係又另外一個成本啦。即係啲好誇張嘅造型係咪做唔到嘅呢個？做到，你但係你隻嘢唔使要，就一次性嘅。係啦 ，one off。哎呀，呢是富豪的玩法啦。咁咪德哥咯，冇錯，關我事 ，sorry。所以德哥已經是我見到玩呢只嘢最敢扭的人嚟嘅。即係我係我拎到嘅話，我係應該唔夠膽扭嘅。企啦，翻嚟就企啦。施陣，不過其實呢個都好考喎，可以試下喎，德哥，我覺得擺翻兩日應該 OK 㗎，試試不如。係嘛？擺落去 seven 俾人，俾人大家觀望，係啦，有太陽曬下，我哋可以試下個衫耐久度。係啊，麻麻地。嗱，呢個題外話，我真係見個廠家咧攞個包膠 body 咧曬咗成個禮拜咧係冇事喎。係，因為曬多個禮拜咧就開始有一裂啦。即係佢哋可能溝到啲料出嚟咧，係比較耐呢個紫外光都唔定㗎。耐紫外光。好，咁啊，係咁多啦。基本上大家中意 Spider-Man 嘅，咪買只擺個絲站 pose 咯。呢個唔過2000係嘛？唔記得啦。1000挨到啊，1500嘅。咁我定1630。靚仔喎，1500到1600之間咧，真係唔係好記得啦。唔係你問我都係嗰句啦，講。外形咧呢一隻都真係數一數二靚㗎啦，係真係好靚，真係好。我入嚟嗰陣其實有少少不懷好意嘅，但係咧發覺一睇真啲又 OK 喎。你初初個不懷好意係點樣不懷好意？我想其實真係睇下頭先就係嗰兩個尖尖咧，如果你擺咗真係發覺係勾住咗嗰個位嘅，但勾完之後撥翻正咧，佢又冇爛嘅。未爛，你見即係試過人爛過？唔係，你見到佢咬咗一陣間已經起曬皺啦，而呢個皺到底能夠彈翻原位幾多次咧？呢個係有待觀察嘅。係，同埋都覺得玩呢一隻真係要裝完呢一個蜘蛛爪，你唔用台座咧，你同自殺係冇分別。有冇玩具報告啊？呢只會，即係會影相。OK， 我一定會。好啦，我啊，係啦，今晚都好精彩啊！好，咁啊。做唔到 talk show 啦，冇啦，咁啊，變咗凌晨 talk show 噶啦，係啊，下個禮拜見，冇錯。